就是立地相对的方法来做那个 DM 提取这个练习。来看一下，也是一样，看一下就是第一天，第一天就是昨天哈，昨天那个也说到，就是说现在很多卫星它具有立地成像的这个功能，这个性能，那么因此呢，我可以利用这个立地成像这个卫星的这个立地相对来提取 DM 数据，就这么一个思路。那因此呢，我们可以就是来看一下，就是 NVIDIA 有个模块，专门针对这个一些传感器来设计的一个模块，就是可以提出那个提取 DM 数据。你像这个，成这些类型，比如说那个 Alos 啊、Aster 那个 Classset， 还有那个就是福位，还有 GYL 和 Econos 等之类的。那真的它的过程，实际上过程的话比较简单一些，就分为这么六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了。就六个步骤的话，包括像那个第一个是输入立地相对，那么第二个是定义地面空点，那么第三个就是定义连接点，那么第四个就是射线 DM 和提取商数，那么最后呢就输入结果，最后再编辑 DM， 就这么一个流程。那么这是也是一样，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那练习的话，据这个提取的原理的话，其实很好理解哈。为什么说那个立地相对能获取高层，其实跟它的模拟就是人的眼睛一样。就两眼看东西能看出那个东西的远，就是距离的远近来。如果你是一个眼睛看东西的话，你看不出这个距离的远近，就利用这个原理来做的立地成像。那可能有人可以去试一下，说那个看一个眼睛看也能看到这手离自己都远。其实这个是根据你的经验来判断的。你的一个眼看东西看时间长了，你发现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这个距离的远和近这意思。那么具体的那个很原理的东西我也不多讲，来看一下，具体来看一下怎么做。做完之后咱们再回头头来再看一下它整个流程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好，首先第一步咱们先把数据打开。那数据的话你可以这样打开，就是因为它是咱们给大家的练习是用的是那个卡塞的，就是印度那个 P5 那个卫星，是2.5米的。咱们可以直接就是选择的是 Open Retractor File，就是选择一个是 Cassette 一这个传感器类型，这也可以打开。当然，有些人可能直接打开 TIFF 也可以啊，它是一个 TIFF 格式的。好，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交 TIFF 或者说 Open with RBC 的方式打开。咱们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之后呢，再选择打开那个数据是在咱们那个，应该是在那个14号文件夹里面。14号文件夹，可能是不是有些人没考啊？这个数据，打开之后呢，你看一下，这是那个北京 P5 这里面，这是个北京市的一个数据。好，那之后呢，你看一下，就是打开哪两个数据呢？就两个 TIFF， 实际上就两个 TIFF 格式，一个 Band A， 一个是 Band B， Band F。你可以把两个数据打开。好，坏了，他说找不到 RBC， 不管他，就是先那个 RBC， 刚才是 B， 我就选一下。就他刚才提示你说他识别不了这个 RBC， 主要原因是他的 RBC 文件他改名字了，他改成那个 band A 杠 RBC 在 ORG 在点北京，其实他正常声音是就是 band A 杠 RBC 就完了，所以人工选一下没关系，人工选，就这个就是他 RBC 文件。这印度人挺搞笑的，就是他的 RBC 文件是比较简单嘛，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直接打开。好，这个也是一样，你再选个 F， 也是选一下。大家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啊？就是说，你刚才我们打开的方式不是选择是 RBC 的方式打开吗？那这样的话，它那个不识别，因为它这个 RBC 文件改名字，改成那个后面有个后缀有北京，所以它 NVIDIA 不识别，但不识别没关系。人工去选一下的文件就行了。那这个是选一个这个 band F 杠 RPC 杠 ORG 再点北京点 TST 选择打开。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打开了。好，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它有用 RBC 做的一些那个模拟的一些的坐标。好，我们来看一眼这个数据。那么这边也是看一眼这个数据，是不是两个数据是实际上是同一地区的？
两个数据是同一地区的，当时他一发现有点小差别哈，就是两个之间路收脚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路收脚不太一样，所以说他那个分谬看起来不太一样，应该是这个 band A 是分谬高，是不是？你仔细看一下，就 band A 的话，它是垂直路收的，所以它那个分谬比较清楚一些。就是房屋的话，它是垂直看的，而这个 band F 的话，它是有点倾斜角，就路收角有点倾斜，所以它那个房子可能都是斜的，或变形比较大一些，就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你看一下两个数据。好，这是那个，就稍微简单去分析了这个两个数据。那么这两个数据的话，其实选择地方比较好一些，因为它这是个商区，这是北京好像怀柔地区的，刚好是一个就是商比较多一些。那这样的话，我们提起的 DM 就是代表性比较好一些，比较强一些。好，这个咱们来具体操作怎么做？大家都打开了吗？这个数据？好，大家都打开啊。好，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选择那个 Topography 这个菜单，就地形。好，点打开这个菜单。好，完了之后呢，你看一下里面有很多的菜单，咱们选的是第四个，就是 DM extraction， 就提取的 DM 这个选项。那真的，再看一下下面有个子菜单，再选择 DM 选项就向导，就是 DM extraction wizard 的。一看到向导，有些人很兴奋了，又是一个向导，那太好了，就是很好操作，就点下一步就行了。那直接可以选择 new 一个，新建一个工程，能跟上吗？这个，把它点开。好，点完这第一步，你看一下，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程，就点下一步 next 就可以了。所以说用起来比较简单一些。那么专家来看一下，就是它的类型 step 分为九个步骤，我可能把简化为六个步骤啊，实际上它就九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就输入类型相对。那么利益相对的话，注意一下，就是说咱们那个，比如说买数据啊，或者拿数据的话，利益相对一般是给你两幅影像的，这是肯定的。好，这呢来看一下左偏右偏，左边的影像的话，你看我双手写了，应该是选择路收角比较小的那个影像。那么怎么判断路收角比较小呢？就是看它分谬，其实一看能看出来，路收角比较小的话，那么它那个就是分谬比较高一些，就是你看城区这个 band F 和 band A 的话就能看出来，就是 band F 的话质量差一些，是有点模糊啊，因为它是角度比较倾斜，所以它比较模糊一些啊。 band A 的话是垂直的，所以它那个分辨率比较高一些，那它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就这意思。好，那之后呢咱们来点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来到这里来，那么就是 select stereo and image， 就是选择这个能直接点一下，点个按钮。完了，第一步它让你选择 left， 就是左边就选择 band A， 左右，所以左右就是咱们先选择 band A， 那么右是选择 band F。 当时注意一下，可能有些人会说那个其他传感器是不是不是叫 band F band A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是那原则，把分辨率高的放在左边，把分辨率低的放在右边，就这么一个原则。好，直接 OK 就行了。那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它重力识别，就是高程，就最小高程最大高程是-100米到1500米，重力识别出来的这么一个高程信息。啊，真的直接点下一步，这不能跟上吗？这一步这里注意一下，假如说你打开这两个文件，因为两个文件都是 TIFF 的，假如你用那个 Open Image 方式打开的话，你刚才我们加载这个影像的时候，它可能会跳出对话框让你选 RPC，你就选 RPC 也行了，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好，中呢你这个假如说啊你加载成功，咱们直接点下一步，再点下一步了。好，那这一步的话它就是让你选择地面空点，那这一步的话有这么三个选项，一个是不选空点，第二个是定义空点，第三个是读取控制点文件。那这一步呢我们可以选择有什么区别解释一下。你不用控制点的话，那么你最后得到的 DM 数据的话可能不是很精确，就位置上不是很精确，这第一个。还有一个是你不用控制点的话，它得到结果 DM 的高程是一个相对高程，
所以不是绝对构成。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卫星的地势面，对不对？起点得到的一个构成信息，就这么一个区别。所以呢，但这里呢，咱们没办法，就是没有空点，因为这是北京，这个影像是北京地区的，我肯定不能去找空点啊，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因为它北京那一片管得很严。像这种数据，即使是我给大家这种高空影像，其实也是属于那个什么的，有点违规的这种行为啊。所以我们去选择第一个 No GCP。好，直接点下一步。那么之后呢，来看一下就是那个，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招那个叫 tag 点，就是那个 TIE 就 tag 点。你这个念法不能对不对啊？当我听别人这样念，我也跟着这样念。其他就是叫连接点，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因为两个类型相对的话，肯定是有同频区。那同频区的话，可能有同频点。那这个 tag 点就是同频点，就这个意思。好，这样我们可以，你看这个界面是很熟悉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选空点的时候呢，这个界面算法是一样的，是因为设商数。比如说这个 number 的话，怎么设个商数？按照咱们书上设的，因为书上我设置的比较好，就经过试出来的，就是那种方式的话比较那个值比较好一些。咱们翻一下书，在那个七十三页。其实商业就是那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是一个是第一个是60，第二个是481。啊，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这么大呢？等我会解释一下。还有个是4.1，那么这个是误差是0.75，0.7。好，其他不动了。等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把那个就是那么很厚的本书上有个表解释，就每一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有个指导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说法跟这个不符合。其实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书上写的话，上面那些方法是根据帮助上写的，啊，这个是根据经验得出来的，就这点区别。那么为什么这样有这么个结论呢？因为它是搜索窗口，它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把影像。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比如说这是一个大影像，这是一个大影像，这是一个影像。所以呢，他把整个地区不分成四大块。那么这个四大块这一块，就我们说那个搜索窗口，就是那个摄取 window size， 就搜索窗口。那你想象一下，如果假如说两个影像，这个本来就是那个匹配的很好的话，就是匹配的就差不多的话，那么它这个搜索窗口选择小一些，是不是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但实际上它两个之间，假如偏的很差很远的话，你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值是很小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同频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值设大一些。那设大一些有个后果，就有个附加，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区域大了，它搜索的时间就长了，设这么大的区域，你这个时间肯定是长，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验证一下我这个说法啊。比如说是这两个影像，那这两个影像的话都有坐标，都有伪坐标，你可以做一个交 link。正常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啊。正常是两个是因为匹配的很好，是不是啊？或者说不是很好的话，因为差不多。当时由于它这个卫星的性能是实在是不是很好，所以你看一下，连接之后完之后呢，你发现差很远。你看这是湖边，这个跑到这个市区里面去了，你看这是差了老远了。我可以拖一下，你看差了108000里，可能差了好几百个像素。所以正常的话应该是差一点点，不如差很多，不如差个几十个像素就行了，结果它差了就是非常非常远。因此呢，我们就是说那个我们需要就把那个值设大一些，让它找的范围更大一些，就这意思。但是就是说那个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哦，这样解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哈？咱们不管，咱们这个不理解也没关系，咱们只看效果，点下一步就行了。点下一步，那么它就给你算，就是自动给你找点。所以说这个经验的话，就又啰嗦两句哈。那就是假如你以后想做类似的工作，你发现就是找个点不准确，你又回头再调一下这个参数，就试一下把这个值调大一些，
就是应该会找到这个效果好一些，当然时间上会长一些就可以，那这个时间应该还行。这个影像是60公里乘60公里的，好，这个速度还是不是很快啊，它到底应该是很快，咔就给你找了，大家看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好，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是因素非常好，它是找了48个点，网上中的分布还行，就分布有点算有点均匀，分布上还是有点均匀的。但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这一片没有点，因为这一片是没有充电区的，它是这一片重叠东边重叠，所以它找到这一片。好，这是找到点同名点，那同名点的话你看一下这个界面，其实这个界面的话就跟咱们那个几何纠正的界面是很类似的，你比如说你看 Shield Table， 它可以把这个空点每空点的给你找出来。那么我挨个来看一下，我可以把它关掉，怎么看呢，就可以 Shield Table 也可以，你可以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按这个箭头，有没有发现还挨个看这个工作点，因为找的还是挺不错，你看这个找的挺准的，这个也找的挺准，那么你最好是挨个看一眼就到底找的怎么样，你看这个找的也挺准的，就那再点下一步，下一步好，那个你可以找一下，应该走的还是非常准确的。好，自己看一下，其实是有时候找到跟大家说的找到我跟我一样，因为参数都一样。好，找的 挺准的。那么找挺准的话，就是假如说你找不准的话，就有一些工具了，这些工具可以来做了，就是这些工具可以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可以做，比如说 delete 或者说 update， 或者说你可以两个之间可以找自己能够去找几个点，比如左边右边可以定位到相同点，这个大家都理解哈，做几何纠正是过程是一样的，就找一些同名点，这呢最后到哪个就是哪个值就符合要求，来看这个有个最大的 外视差，就有个外的视差，那外视差的话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小于10就符合要求，就小于10就可以了，当然你像现在我们是小于1就远远满足要求，那么这个值越小的话你得到的 DM 精度越高，有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有个经验性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值越小你得到的精度就越高，这意思。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找点的这个情况。那找点的话，假如说你这自动方法找点不是很好，自动方法找点不是很好的话，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去人工找点的话，也是有一些辅助工具。你像这个是一侧左边，一侧右边，这些工具你可以试一下，就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你看这边，我找个上虚，左边那个点，我给找一个，比如说这一条，这貌似有一条隧道哈。好，这一个有个点，我预测一下右边，也是预测，那预测有点误差哈，其实差一点，你看这个应该是在这，你现在可以找到这里，那么这边也是一样，定位到这里，好，定位到这里，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加一个点，就你觉得这个点不够的话加个点，这个 and， 好，你可以加一个点，就是加了一个点了，就这个意思。好，那个这里呢我点觉得它够了，就是没必要再去加很多点。好，真的我直接点下一步，这一步能跟上这一步。好，你可以看一下这几个按钮，这几个功能其实跟咱们那个几何纠正是一样的，就是那直接点下一步。好，点下一步的话我先把这个都关掉，窗口太多了。好，那个到这一步，那么这一步的话，它这一步是生成一个核共线图像，因为它是基于那个核共线方程来做解析那个 DM 数据的，就定相对的，所以我们这一步就要生成一个核共线方程。那核共线方程的话，你可以就是选择个路径，可以生成选择路径。好，这里呢它默认是你的数据在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成。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选择那个 temp， 选择那个你的一个指定目录下面去。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为了就是数据的刚就是稳准性，我就把它放到 C 盘下面去。好，就改路径。那这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和物件方程，就这个意思。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果，就是两个之间常常试差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看下面有个 load RGB load load 的话，当你一点 load 的话，它有花点时间，它会先给你生成一个预示，那个就是一个预览图，就看一下它那个和物件方程的话，它是会产生这么一个图像。好，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啊，它那个会产生个视差的一图像。好，可能要等一会儿。那个看一下这个结果，可能大家没做完哈，没关系，来看一下我的结果。实际上的结果就是一个，它应该看过立体相对哈，就是实际上你戴个红眼镜就能看到它立体效果出来，长这么一个图，就这么一个图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看这是有个视差，就是左边是右边一个视差，就你戴个红眼镜能看出它立体效果来，但可能在座都没有红眼镜哈，就没辙。实际上它的原理主要是刚才那个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大街上卖那个有什么立体画，什么这一个出来一个什么大美女啊，或者一个好一个风景图，就立体效果。其实它的原理主要是通过这种原理来做的，就是一个视差的，产生一个视差的一个效果。实际上那个就市面上卖那画的话，它是一个很厚的纸，就是上面一个图，下面一个图，这样你用立体眼镜能看出它立体效果来，这个意思。但这个必须要立体眼镜能看出来，如果你不用立体眼镜，你仔细看一下能看出立体效果来的话，那你这个眼睛是非常厉害的。其实有些人能看，有些人是能看的，就是两个眼睛往中间看就能看出来，不过得练。好，这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得练啊，练成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有个名词叫斗鸡眼，就是那个。好，那个这个就是先说点闲话哈，什么直接点下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完。做完了吗？直接做完了，你直接点 next 就行了。有做完了吗？做完你就点下一步就行了。那么这一步的话，就是设置一些输出的参数。那么这一步的话，你看一下它那个默认是 UTM 的，这样就不动它，就用 UTM 的这个就是坐标系。那这个效应大小这里注意一下，它那个 P5 的影像的效应大小是2.5米的，所以在默认是给你算一个3米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数据的话达不到这么高的水平，比如说我们可以改个5米左右，实际上5米也达不到这么高哈，就5米左右，3米好像有点高。大家能到这一步吗？其实那个跟不了没关系，它主要是下一步就行了，不像之前像昨天今天上午的，你上面没跟上，后面就跟不上了。好，你直接点下一步就行了，就到下一个那个环节。那么这一步就是设置一参数，就是说怎么用一些那个，就是它利用立体相对获取了很多一些那个同频点和高层点，就利用高层点来进行拟合。那这里就是选择它的那个 DM
就是差值的一个算法。比如说第一个就追求的相关系数，这个值越大的话它就算出来的就越精细，但是呢有个后果就是速度越慢，所以我们可以设个中间值比如 0.75。 还有一个是那个背景值，因为它那个 DM 的话它是那个就是一个浅斜的，它有黑背景，就有背景值。那背景值的话一般是你不能设零了，因为一般是背景值都是零嘛，当然零的话就是很多海拔高度都是零的，所以我们一般设个什么负的999之类的，就是陆地上在中国区域负的1000米好像几乎没有啊，它里面盆地最大应该没这么低。好，这呢来看一下，就是边缘的边缘处理是零，那这个也是一般是设成零就行了。就上次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出那个三角码的时候，它的边缘的怎么个处理方式。之后呢，再跟移动窗口大小，你看一下，越往后的话，它就是做错 DM 越精细，但是呢速度越慢，所以我可以选个中间值，比如说7×7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是那个地形的精细程度，你看一下有三个程度，一个是低、中、高。有些人可能对于完美选个高的，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大家等大家都下班了，你还在这里等他做个结果，所以咱们选个中等的就行了。但你不能偷懒啊，你不能选最低的，你试一下，最低做的效果很差。好，之后呢来看一下，就是地形的精细程度，有这么几大，就是1到7这个级别。那么这里注意一下，就前面我们选那个 tag 点是不是0.几啊，小一，所以说你可以选择1到7。他假如说你是8和9之类的话，可能你只能选1到5、1到4之类的，所以这个意思，也是一样。你这个有些人可能比喜欢挑战极限，选个7也可以啊，就是也是一样。你这个6点可能才能下班，要下课，咱们也是选一个中间值，比如说2.5之类的，没关系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完你做不完的话，你跟他这些自己撞呗，就明天再看看结果。好，之后呢，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仓储设置的一个情况。那么它都是经过量化了，就好理解，非常好理解。你要精精度高的话，你就选往后选；精度差的话，你就往前选，就速度就是都是相对的。好，之后呢，再说说结果。那么结果的话，两种，一种是16比特的整形，还有一种是浮点型。那么一般我们选的是整形，整形的话数量小一些，你浮点型的话数量非常大，可以注意一下。那么整形的话，它准确到米。根据你的需求的，假如说你这个也是一样，这些完美，我想精确到0.几米，那么你可以选择浮点型的，都没问题。好，这里呢，我选择的是整形。好，之后呢，再输入结果，选个文件，可能有些人就很快就做完了哈，就是没关系，因为大家机器慢一些，这个过程可能有点时间，耗点时间。你选择文件之后呢，你直接点 next 就行了，不用等我。因为我的机器比大家快一些。好，大家能跟上吗？能跟上就直接点下一步，就开始就开工让他自己做了。哦，我点下一步了。好，那就让他自己做吧。这个过程稍微有点慢哈，稍微等个也不是很慢。半小时肯定不用，几分钟吧，5-6分钟的样子。
做好了，你就找到了做新做一样的事情。我是哎，妈就是没有那个。好，那个注意一下，就是刚才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先生说按我书上写的那个参数来设的，就找点的，就是找到点的效这个精度还非常差。那么主要原因是，就咱们在选的 RPC 的时候，刚好有的人选反了，就你可以看一下，这 RPC 文件注意一下，这 RPC 文件的话是异对应关系的。你像看这个，它是你选 band A 的话。那么一定是选的是这个 RPC 文件，就 band A 杠 RPC 杠 OGRG 点北京，一定这个。那有些人可能选错的话，就刚好选的是 F 的，刚反了，就是把 A 的 band A 选的是 band F 的了，那么 band F 选的 band A 的，就别注意一下，一定要选别选反了。实际上你可以简单点，它为了好看，你不改了可以把这个改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你直接把它改一下。哎，改完之后，安慰自动给你识别了。改完，它自动给你识别了，就是不识别还存在这个问题。好，你这个不一定，我这尝试啊，好，我就做完了，就这意思，马上就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band A、band B、band F、RPC 是异对应关系，别选反了。选反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会做错，就选那个自动选空中点的时候会选错，就这意思。好，那个简单说一下哈。那么还有是一个问题是那个刚才有些人给选的话，虽然按照这个常数是选的是860481041，那得到结果是误差很大，100多，但是把前面几个点删完之后呢，就误差很小了。主要因为是你看一下后面一个相关系数，它弄的是0.6，你这个没点，所以说它这个你找点找比我多，
你把改高一些，比如改成 0.7 或 0.8， 这样的话它要把那些误差大的点给你上掉，就这意思，就这点区别。好，那个这是那个那个来看看结果哈，就是看完结果之后咱们再看一下，就是分析一下最后的这个前面的因。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结果，这是做 DM 数据。但刚刚我选的是不是最高的，所以说它可能选的有的地方不是很精细哈，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不是很精细，主要是咱们时间关系，就是我们就没有选那个最高那个2.7，啊选的是2.4，是有区别的。那我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选个2.7，这个还有最高那个级别，这样的话你的结果是非常精细的，非常精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那个结果，就是非常细的。好，那个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结果。好，就有点吹牛了，也不是很精细啊，呵呵，记错了。好，不管它那个，反正这就是你把那个级别高一些的话，它就应该是非常非常精细，就是这个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精细。好，那这是一个。那么完了之后呢，就是还没完事，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还在做哈，咱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还做哪些工作。哎，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有异常值的。哎，我刚刚找不到哪去了，可能这有片云，它有云的地方就是它这个结果就不是很好。那甚至你可以利用这个编辑工具把它编辑一下，看这个编辑工具。这编辑工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一下哪些地方有异常的地方，你可以手动的把它编一下。我看是哪个地方，我记得有个地方是有那个有云的哈，就它影响比较大。就有些异常值的话，你看一下这里。可以利用这个平均值来代替，或者说固定的值来代替，或者 smooth， 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你看这一片，你觉得这一片提的不好，你可以选一下，那这样你点右键，那么用一下，那么它就是会变成那个平滑了，那这里你可以再继续用一下，它会平滑，就可以稍微处理一下，能我说明白了吗？这个功能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那个。不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了，不，好，那个咱们就是剩下这些时间，我就稍微在后面讲一下，因为大家都没事哈，就看我做一些后面的一些处理。那么之后呢，这个 DM 用来干什么？可以用来干什么？首先第一个可以用来做震慑，我们可以试一下啊，做震慑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 map 之后呢，再选择是震慑，就第五个第三个按钮菜单之后呢，再选择。Cassette 是不是 P5 这个卫星？那这里呢，我就没有空点，我就选择第一个，就利用那个 DM， 直接用 DM 来进正式纠正。我可以选择它。好，这一步呢，我选的是 Band A， 因为这个分辨比较高一些 ，Band A， 我可以接 OK。好，真的这一步你看一下，就没有选空点，直接到这个界面上来，真的再选择 DM， 你就选一下 DM， 就选择我们这个 P5， 刚才我提取的 DM， 好 OK。那真的这是。我们可以选一个 UTM 的 ，UTM 的话，我看一下是哪个分带，应该是49哈，我记得是49吗？我先看一下，这是不是49忘了，我先把去了哈，是50，其实刚才有人说对了，没大声说提醒我一下，好，那个我们 Band F。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刚我们提出的 DM 来做正式的纠正。好，就那这里面我选一个比如说 UTM 的统一一下，就是50。好 ,OK。2.2 米的估算应该是 2.5 米。好，回收一下。好，就那再输入结果，比如说我这边写的是那个 P5-ORTH, 那么点 image。好，那真的我直接点 OK， 那么它就给你做正式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利用这个 DM 可以完成一个正式纠正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完之后呢，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哈，就是咱们可以构建一个比如说一个三维场景啊，就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个过程。好，那个稍微等一会儿，可能大家都没做完哈，可以稍微等一会儿，就是等做完之后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好，那个让他可能要花点时间。
啊，今天就这些内容就做这个练习，明天可能还有一个是定量方眼这个练习。那定量方眼的话，主要是找个例子，就是方眼那个地表温度的一个例子。那这呢，明天上午讲完之后，接下来讲一个就是专题了，专题应用，就是讲那个第一个专题是那个自然生态还原监测。那么第二个专题是城市绿地经济提取，那么第三个是就是湖泊水质监测。实际上这三个专题的话，就是把前面讲的，就是这两天、昨天和今天讲的内容，把它串起来，来用一个来解决一个实际上一个问题，就这么一个用。好，那个稍微等一会儿。有人做完了吗？这个 DM 有哈，也做完，你可以看一下，用 DM 来做一些事情，比如提取什么波图坡线啊，提取一些那个什么等级线啊，就等高线之类的，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就把取消了吧，别那个做的时间了，我把我之前做好的结果把打开。这也是之前做的一个结果，就利用这个来做震慑。好，这是我们最后做的结果，就是用 DM 来做这个震慑那个一个纠正。那做完之后，其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来干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构建个三维场景，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怎么构建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display， 就那一个 tools。之前我们用过是 overlay 用过，那个 enhance 就是增强用过， tools 很多工具可能没用过。你看一下，就这下面有个叫 3D CFS view， 就是一个地形浏览器，我们可以把它点开。那么这一步的话，让你选择 DM 数据，我们可以选择刚才我们提取的 DM 数据，我们直接打开。那这些参数的话，你可以它进行一个精细度的一个，你可以选几个，比如说 full 啊。那这边我不动它，就是这个负精度高一些，那直接点 OK。那么这样的话，它会把那个影像跟 DM 数据把它叠一块，构建一个三维一个地形的一个浏览这么一个场景。可能我的这个内存还不足啊，太大了。先不管了，我们再试一下哈，就是那个我们不需要选负，就选几个典型的，之后那直接 OK。哦，就是变成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说你可以利用那个，就是我们提的 DM 数据的话，我可以就是变成这么一个三维的一个简单的场景，但这个比较简单哈，就是所以我是这次练习就没讲这个内容，主要是这个太简单了，跟那个 RGB 的相比真是小菜一碟。啊，这是大概应该说还是比较精确的，就是地形，就山该起来还起来，该下去的下去，然后该平的还是平的。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结果出来。好，这是那个我们说的利用 DM 数据的话，可以做一些那个震慑啊，做一些三维场景的构建啊等这一些操作。那么还有呢，咱们也可以提取等高线，比如说你可以 load， 然后之后呢，大家只是看一下，咱们大家提完之后可以一会儿操作一下。比如说 overlay 的话，我们之前用的是感情区域，还有一个是那个class， 就是分类结果。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个叫等高线的，就第三个按钮等高线，你可以点开，你可以直接 OK，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直接用一下，那它又生成一个等高线。那这个可能是不对啊，就是它默认的，你可以把它颗粒掉。比如说你可以自己人工编辑，比如说八个，你可以弄个，比如说100个，这次你直接再用一下，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就等高线把它生成的，就比较简单一下，就一些就用。那如果你要精确的生成的话，你可以每个就去 edit 一下，编辑它范围，比如说这是那个度大范围，就是每个范围就是它是平均的，就是最大值最小值两个除一个100，就它的等高距，那你可以自己是人工去设一下，就这个意思。好，这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利用 DM 可以做一些那个应用，就是震慑啊，
就上面场景的构建啊，就等额线的生成啊，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这个，就有个 model， 还有个 feature， 会提取一些什么坡度、坡向，还有箱体阴影图，还有一些就是等等之类的一些哪些应用，这个就是大家去自己去练习一下，就比较简单一些，你直接可以点开就行了。比如说可以生成一个箱体阴影图，那么你可以选择，哦，这个不行，可能真的不好看，估计是。太阳高高角，太阳这个还是爽，算了，我这个就先暂时不那个不做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就咱家都可以用 DM 可以做很多一些那个一些事情。好，那个今天的内容主要是那个这些。